制裁 TV 港股走势话你知，因为市场嚟讲咧忧虑内地会加息，所以今日港股嚟讲咧就缺乏方向，高底波幅咧唔系太大，得186点，恒指收市价23172点，上升79点，成交方面减少到得翻702亿。嗱，今日走势方面嚟讲咧唔系咁喐，而成交量咧又减少咗，咁啊走势点样变化咧？会唔会真系牛喺度唔喐咧？好，先睇图表先啦。咁大家睇下走勢圖先咯喎，今日嚟講咧走勢方面咧高低波幅咧唔算太大，得186點。咁同埋個開同收嚟講咧，緊窄幅度喎。開市價23168點，而收市價23172點，即係換句話講，今日咧收市價開市價嚟講係高咗4點。所以你勉強地咧有條紅色嘅陽線，就因為升咗4點嘅問題。今日我哋所謂講嘅收市係高於開市嘅4點，所以條咧係陽線。咁暗示到咩问题呢？第一，有个内移状况，因为点解呢？今日嘅走势嚟讲呢，喺昨天嘅高低位之内。第二，波幅唔算太大，咁同埋开收嚟讲呢，近乎呢接近个价位添。咁即係暗示咩问题呢？嚟緊走势里面呢会有啲所谓牛皮嘅状况。走势方面嚟讲，现在你见到平均线拉锯埋三一夹搭住啦。咁理论上应该要升破嘅。不过发觉依家动力唔大，因为点解呢？以阴阳烛方面所计，每一天嚟讲呢，一日低过一日。咁所以喺呢个情况里面，你发觉呢其实大家喺度呢都等待。咁所以倾向于会点呢？就一个拉锯啦，横行啦。咁呢啲走势人士你见到咩状况呢？类似呢啲状况。之前试过有啲走势呢都咁㗎喎。有啲拉拉锯锯位呢部分。咁所以大家现在嚟讲呢小心啲。好似呢一阵呢阵拉拉锯锯点呀啲跌落去跟住先再弹返上嚟。所以呢阵呢小心会拖低㗎。咁变咗大家做买卖嚟讲呢小心啲呢阵嚟讲呢落嗰下先期唔好咁急于去一个追沽。做追沽嚟讲呢有时惊佢一劫返上呢就危险㗎啦，特别做啲沽轮熊证同埋一啲沽期指嘅朋友。咁现在市场里面你话想睇返个支持点系几多呢？其实除咗睇呢个低位之外，呢个低位边度呢？就呢度。咁我哋有时可以用下另一角度去睇都可以㗎喎。呢个就低位，就用日线图睇嘅。咁如果大家想转下转咩呢？转一个周线图或者一个月线图都可以㗎喎。先睇月线图先。月线图嚟讲你见到呢之前呢喺嗰个上个月。咁呢个呢就係我哋11月嘅时间，呢度呢就叫12月。11月嚟讲你见到呢个走势呢由高位沽返落嚟，嗰个手方面嚟讲呢係相当之长。咁换句话讲个沽压呢係大嘅。所以呢个情况里面你睇返个支持点几多呢，係用返呢个角度去睇，即係呢个范围。呢度。咁样。咁呢度嚟讲初步一睇嚟讲呢就22200点到啦。咁所以有时睇走势嚟讲呢啲係一个可以用嘅方法，用一个嘅月线图咁睇啲大位。咁呢度嚟讲呢就咁样预返嘅喺呢个幅度方面。咁大家预返呢度嚟讲呢就咁样去跟返啦。好啦。咁如果大家想去睇返一个嘅状况，喺一个嘅周线图咁点呢，就呢部分。呢个状况。咁周线图方面你见得到呢度。咁周线图嚟讲呢同样都系呢啲位喎。咁呢个状况都系。咁所以大家有时预位嚟讲呢预返呢啲22200点到啊，咁有时预呢啲位呢就比较呢係可以去预一个嘅幅度嘅。咁好啦，做买卖方面咁大家小心啲啦。近期嚟讲呢个市呢就冇咩方向啦。如果大家嚟讲之前有买卖做咗嘅，有先赚到嘅，不妨先离场，咁跟住再搵其他机会啦，咁降个靓圣诞都好嘅。好，明天再见，拜拜。